云南民歌这个里面有我给全编是吧？这里没有，短板里边没有，这里只有弥渡山歌。弥渡山歌，对，就弥渡山歌那个选段。对，还有凤尾竹嘛，慢板是凤尾竹，月光下的凤尾竹，慢板。这个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组曲，二十几分钟吧，很长。它确实是很多首云南民歌串起来的，里边有很多我们就是一般叫不上来名字，但是听着还是朗朗上口那种。有那个蝴蝶泉边，我就记得。对，还有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马山歌。放马山歌，对，还有一个，然后弥渡山歌，然后弥渡山歌为主要旋律线穿插。后来我们演出嘛，有一些演出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而且不需要那么多，那会儿是11台古筝一起的一个组曲，然后这是它原型，然后后来就改编编到这么一首三个声，实际上是三个声部的这么短板，五六分钟差不多。然后呢现在又变成了两个声部，它下面写了个筝二三，看到了吧。我们会有一个人在慢板的时候呢，是有就是多出来一个声部，然后在快板的时候，待会儿会讲到，也会有一个人是在添加东西，就是等于还是其中会有那么几小段是有三个人完成三个那个声部。但是像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采取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那个旋律线，然后那个后添加呢就不弹了，因为不够人手，对吧？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那肯定是更丰富的、更好的。所以这一首也是这样，最少两个人弹。分段，这个是 ABA 的段，就是快板、慢板、快板这样走的。待会儿我们讲完会把这个，我们有一版删减版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删减，然后让因为也是供各种不同演出需求或者比赛，他比如要求你五分钟之内，有些要求稍微时间长一点可以的，那么有两种方法，两个版本等于是。好，先看从头一直到20页，哇，20页第三行那个五弦那里，看到20页第三行。五弦两个字那里结束，就是第一这个整个大段快板的结束，先是快板，然后这从这儿开始，从接下来4/4拍开始算是慢板，慢板就是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一段。慢板这画了三个声部，但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正三就没有不弹，一直到24页，一直往后翻到24页。慢板还分两个层次，待会儿说到24页。很明显第一行的前两个小节结束就是慢板的结束，慢起渐快那里快板再现，等于是快板，然后有一个小尾声，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那个第一行第三小节结束，就是等于从第四小节开始就是尾声，那个83拍那里哒哒哒哒哒哒，从这儿开始一个结束尾声，所以我说它是 A， 基本等于 ABA 的一个段落，前后是一样的，中间穿插个慢板。
年的终止是快板的结束。其实也是反反复复啊，听得出来啊，就那么其实就那么两句，然后中间用不同用那个间奏穿插两遍，就是这样子的。我先跟大家划分，然后这样你能就很清晰，不会觉得弹着弹着都已经乱掉了，或者稍微走个神儿不知道弹哪里了，因为它是在重复嘛，你不知道弹第几遍了，有可能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嗯，第一页啊，空两个小节，我们先不管二声部的东西，我们先说我们弱起。敷衍上滑，这个上滑音呢，不要拉瑞咪当拉咪咪拉瑞咪当，这就不好听。我们是拉瑞咪当的，感觉到吧？是一个后置上滑后置，听到了吧？这个要找一找，有些它可能节奏上不是那么敏感，就是不太容易抓得着这个中指和指法写了。这个谱子是最清楚的指法。骚拉骚，这你就没法谱点了，对吧？因为后面有拉骚呢，这就正常上滑。下去，渐强。这个做副点。这画句子啊，这是什么节奏？啦人咪嗦嗦瑞哆啦，记错了。瑞哆啦是，这是谁定的谱子？是你跟学妹姐改的吗？还是什么？为什么这出了个八三呢？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出八三，因为要这个，明白吧？嗯，好，那就按这个走。其实他写的稍微复杂了一些，对于乐理和是乐理知识不是那么通透的，那个没学过，甚至有些人啊可能会搞懵，怎么八三拍出来一个？其实就按四拍四二拍的去走。它是这样子，啦瑞咪嗦嗦咪瑞哆啦啦。对，你要听到它啦，有没有觉得它怎么抢出来了？你看我们俩走，如果按正常它拍点，你会不会觉得它怎么是抢出来的？对吧？抢拍了，就是要抢。这里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这么去规定的，就是因为它是对歌，拉咪嗦咪咪，我带你拉拉咪咪，那你看啊，这也是一样的嘛，少数民族那种山间那种去对歌对唱什么的，情歌对唱什么的，所以也是很有表情有表现力，它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比较俏皮比较诙谐的这种一种效果，所以它是啦瑞咪当哒滴哒哒啷当哒滴哒滴滴哒滴哒哒滴滴，就好听一些，就觉得整个灵动一些活泼一些，所以我们这块就是啦咪嗦咪咪是抢出来的，你可以这么去感觉上像是抢出来的一个重音当滴哒滴滴，所以呢这个教谱，看这是最后修订的这个谱子，他可能是听着录音，他会觉得这是抢拍了还是怎么样啊？他给他用这种理论知识来去非常具体的划分了一下，把这变成了八三拍。如果是八三拍的话，你就不能写抢出来了，那都是正常出来的。正常出来听起来就像是抢出来，因为前面那一小节按理论来讲它是八三拍，明白吧？所以这个谱子变成了个八三拍出来这么一个小节，但实际上啊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还按四二拍去走，你就正常弹，然后你告诉这个二声部对这个拉米骚咪咪这个人呢，让他早点出来，明白吧？就是这样一个特殊效果的处理而已，就是这样。啊，这都是上滑道兜的啊。好，然后那边拉咪嗦咪咪，我四三二一，跟着往下走了啊。软咪嗦拉咪咪，第一个是重音，还有写那个就是重音符号的意思。一二三四，咪颤音写得很清楚。好的，可以。软咪嗦啦哆啦嗦咪，软咪嗦啦咪咪，若几天前再见若，这么一个小句子。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啦嗦，
明白吧？就一点点啊，就头和尾给一点收，不要那么生硬的起来。然后那个哆啦嗦咪能听出来吗？我并不是，哎，我听过太多这么去弹的了，就都是这谱子误导的，因为它并不是从瑞下滑，这太奇怪了。如果这么弹的话，它是民族地方这种特色，它就是这样，它没有办法去绝对的去说它从谁下滑的。你要说它是个点音吗？又做的并不到位，它比点音还深一点，比滑音还浅一点，明白吧？它是几乎弹和点是同时的，那么你点的稍微深一点，用力一点，听的就是这么个音效，明白吧？就是特快那么一下。拉咪空拉咪嗦咪走，哒哒哒哒，一样的，对吧？好，画句子。画个大的句子符号，拉到 red 到第一二三四行的第四行的第一小节结束是一个句子，你们两个对歌结束了，然后开始正式的旋律。啦啦一样的，好的，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所有大错的拉弱起，不要你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检查拉哆瑞咪嗦咪瑞哆拉哆瑞哆，所有都不是从它上方音下滑，它是下滑的符号没错，但是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弹出来，快速的，明白吧？这两个句子等于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算成是一个大句子，大搓的拉都是弱的，其他的你可以去正常弹，就做一个这样的处理啊。好，拉咪嗦咪，哒哒哒哒哒哒，粘住了。这是一个，这八三拍是对的啊。我们就数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音是一样速度出来，哒哒哒哒哒哒。第一个音为重音，抹脱四三二一。弹一个放一个，这是指序的方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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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哒哒哒，这也是对歌。你看我们俩配合，一，然后一起一，两个，三个。一共五个，去掉前面那两个，没算前面那两个，一强一强两个，然后五个弱起渐强，你一个我一个，然后俩一起，五个，可以数数啊，不需要去。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五个，最后一次出现是八个，所以你这次是五个，我都没算前面那两个强的啊，强的这两个呢，我们最后这个乐曲，每演的最多，就是因为它这个表演性特别强，它可以出现很多这种表情动作，很容易带入，很容易融入。我一个，他一个，两人踏着，很有交流沟通。那么从前两个肯定都是强的。从第一个弱的开始，全部是弱的，对吧？弱起渐强。那么在每一组的第一个音给小重音，等于我是一、二、三，然后全出来四、五，明白吧？你只有给第一个给小重音，你们才能有可能找得着在一起。你并不是这种一连串，明白吧？它就是一组五个音，一组六个音，弹五组，每一组的第一个音做重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大的弱起渐强，明白吧？就是理论上肯定是这样子啊。那么你看到我们俩的交流上，我会有一个突弱下来吗？前两个强的突弱是我从中间开始的。很大的幅度，一共就五组，其实并没有太长时间，但是我要做到从很弱很弱一直到很强很强，突然间收住，手掌侧面指弦，不要，没有空拍，没有空，迅速指弦，这里是啊，迅速指弦，
手掌侧面。五个这个张力拉开，能够做到最弱到最强，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最后哒哒哒哒哒哒，每一个声音是颗粒饱满的出来的，这个是你的这个指尖力度基本功。好，停在这不动，等待二声部的一个声音出来。它这声它可以撑很久，我们所有人这时候在偷偷的去准备接下来，像被解放了一样，哒嗯哒哒嗯哒哒，明白吧？这你们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如果按拍子走的话，写的是对的吧？大，大，对的，对的，按拍子走的，但它那个空拍当然有延长啊。你们看二三声部嘛，就是二声部，四二拍那个空空大嗯大，对吧？如果这么算的话，打拍子的话，空空大嗯大大，对吧？所以它那个是按点出来的，但只不过那空拍有延长而已。好，往后继续走，走一声部啊。嗯咪咪嗯都，这块中间这种接口呢，待会儿我们两个一起做示范，去把它弄清楚啊。这块我们开始进伴奏了，一声部再给二声部伴奏，主旋律跑到二声部去了，我们伴奏。自然而然声音就清下来了，对吧？整个是清的。左手小指的厚重依然保持，然后小搓很轻，八八，小搓要弱啊，八八八，勾破抹脱，小搓，就哆哆来哆，小搓，来来，加一个音啊，十七页那个一二三第三小节，哆哆来哆那个左手有一个下加两点的哆，小指来加个小指。跟第一个都一起出来，明白吧？刚好你左手就在这待着呢。再来一遍，大大大大，好，下一句简单，没有别的问题，只需要你注意这个下滑，不要强调它，难听极了，对吧？我们怎么样啊？一带而过它，用耳朵记住这个效果，回去之后直接找这个效果，不要去正常去，哎，这不是下滑吗？就拧了个劲儿的感觉，你去听应该要什么效果。第二句上滑到兜，这个拉咪骚咪上滑到骚，第二句咪拉拉上滑到兜，这两个音高一定要保持。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句子，然后我们开始伴奏二声部主旋律。时候的伴奏都是嗯哒嗯哒嗯哒，跳跃感，对吧？继续第二页翻回来第十八页啊。好，又从这开始算作间奏，画个 V 字写上小间奏，后边开始是间奏啊，从第五十九小节喽，对吧？伴奏完了之后开始间奏，强劲。写上第一遍间奏，间奏一，间奏第一遍，对，哦，圈一，那怎么标记一下间奏一？第五十九小节找得到吧？间奏一，就是第一遍间奏，强起，附点上滑，附点，弱，好，第一遍间奏完事儿，继续再弹主题。两个上滑，伴奏，放左手的力量，一打二打三打四，
遍间奏，写上，跟着谱走了吧？第二遍间奏，弱起。第十九页第二行。还记得刚才吗？十九页第二行第三小节。对，第一遍间奏是强起，对吧？第二遍间奏弱起，一定要写上。间奏二啊，把这算成是间奏。刚才那个拉咪咪咪来，那就是主题，就是主旋律。拉着咪骚，这是间奏。第二遍间奏弱起，还是附点上滑。强。最后一遍主题。等一下，九十小节找到了吗？第九十小节后面那个刮奏没有啊？一声部是没有刮奏的，二声部是有的。把那个刮奏变成拉的下滑音，一整拍刚好一拍的下加一点的拉的下滑音。前面不刚滑上去吗？再把它做一个一拍的下滑音。那刮奏是二声部的，我一声部需要，一声部要把旋律弹出来。re do la a la。好，第二遍间奏结束之后又来了一遍，又弹一遍主旋律。这个是第一遍快板的最后一次主旋律。强收上，一样的也是瞬间止弦。看我手，俩人都止啊，手掌侧面，切记这样子啊，全趴下来，不是这样子，是瞬间止弦，而且是强收止住。好，反反复复就这些是吧？主题反复来遍间奏，然后再反复再间奏，然后再反复。好，返回来看正二，十六页开始开头的正二，那个空大空大，我们引入进来的那个叉号，我们在最后最后曲子的最后应该有注解，有没有？有写，大家看最后一页尾巴这儿，叉为左手捏住马左音高处高音处任意一根琴弦进行弹奏，以模仿打击的音响，怎么弄呢？捏，其实，哎，我觉得。刚开始的这个就不用捏着啊，刚开始用两只手来完成，所以大家能看到我这个不管多少人演奏，只有一个人来做，好吧？就你就一百个人，你也只能一个人来起整体的速度。所以我是左手手掌压住，手掌侧面压住高音区琴弦八九十八七六五四这几个音琴弦，然后食指来控大控大控，那个。寺庙里木鱼的那个声音，明白吧？他其实模仿的是那种感觉。我用的是大指，这个不没关系。都可以。手指，嗯。然后呢，我们是反拍，控打控打控打控，后半拍弹，并不是正拍弹。打控，这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控，我们是反拍，但是旋律进来是跟着正拍进来的。对，我是控拍进来的，看谱子。所以有的时候旋律一声部就进不来，找不着，这个不行。我刚好两个小节，我前两个小节声音可以稍微略大一点点，当旋律进来我就退下来了。就跟天山之歌的引入是一回事啊，接一下啊，控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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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打，我还控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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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快点过来了，我不能前面还在控大了，所以八三小节那个控打当滴答滴滴。我给这个大重音，我是抢出来的，刚不说了吗？对不对？啦 ，re mi so so mi re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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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mi mi， 啊 ，mi 有颤音，哒滴哒哒滴滴，一样的，不要拧啊，就下就是瞬间点音，然后深一点，一样的，弱起渐强再渐弱，我们的强弱跟着一声不走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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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可以唱，来得及，还有时间啊！然后大家看接下来下一小节的引入很重要。我们是后半拍进来的，第二拍的后半拍，控控大大
所以这个咪是弱的，大家标一下，咪的底下写个 P 是弱的，而接下来的下一小节二十小节那个拉是强的。好，手指分配，咪用右手，拉用左手。对，看我手啊，咪。当滴答滴，扣哒，滴答哒，滴答。明白吧？要的是正拍的这个左手的拉。所以接下来就可以一个手一个手轮音个了，你的手就别扭过来了啊！空空咪啦，跟谱子走，咪啦咪啦啦咪咪，你弹了两个啦。这个两个小撮就都是。滴答，不对，改过来吧。改过来吧，改成那个就是啦啦后边是咪啦，对吧？然后那个拉应该是下加一点的拉啊，他没写点儿，右手写了个点儿，他不是中音区的拉。然后接下来咪后边不是哆咪吗？把哆咪改成刚刚那个前面那个米拉就行了。都是小撮，就是小米拉，都是拉的小撮，下加一点拉的小撮，拉拉米拉拉，听懂了吗？知道改哪儿吗？二十一小节要会找小节啊！你们看到那框框里是二十，下一小节就是二十一小节。二十一小节正二的那个啦啦，第二个音先把那个啦先加个点儿，它是下加一点的啦。好，接下来第四个音和第二个音是一样的就行了。第四个哆咪改成米拉，清楚了吗？我右手的小撮没有变化啊，右手没换调的，不用换哆咪。好，然后接下来如果还出现这个旋律，就我们还这么改就行了，曲子里还会有啊。当滴答滴滴滴答答滴滴，一样的。空咪啦，空空咪啦，空咪啦啦咪啦啦，下边就还改啊，明白了吗？下一行的第三小节就还是啊。然后咪嗦软咪嗦拉咪嗦软咪嗦拉，我们底下写的是 F 是强，其实原则上二声部应该比一声部更强，就是我们抢着说话的一样，我们抢着对山歌看谁声音大，滴答答滴答答，完了再一起弱，三个四渐强五，这个时候你的弱你的速度你的强弱必须跟着一声部走，我们连同步进行，我们的音区就在这儿，三四五，指弦这个没写五字啊，它是一样的，二声部也有大大大大大大。好，这个时候原则上是空空大大来的，对吧？这是按正拍子，整个按谱子进。但是如果看到后边那个空拍上有一个小延长符号了吧，也就是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你不管多少人，这个注音只能一个人来完成，这个就是捏着它了，因为我右手我得准备下边的音了，我没有办法用右手来弹，所以这个就是颤音的手型。这三个手指该在这儿还在这儿，然后大指来弹你压的这个琴弦就行了。我建议还是偏高音区，声音比较清脆一点，比较这个得使劲儿啊，不使劲儿的话，声音那个饱满出不来。我是大大大大大大，所有人安静，明白了吧？所以这都等我自己这一个东西。也这个注音和后边我那个啦软咪嗦啦咪咪连得非常紧凑，中间没有空白，去练这个。好，然后我是弱起往后走啊，附点上滑打关系，强的附点，好，接下来旋律进来，我们就变成伴奏了，跟刚刚左一声部是一样的。伴奏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谱子。最后一行，主要说这句拉西哆来，看到了它圈儿很明显啊，滑到西。那哆西哆瑞这个西我们还用动吗？左手就不用再回来了啊，就保持。自己去安排合理的指法啊。接下来。一样的，这两个小下滑不要那么深啊。好，间奏第一遍不是强的吗？我们也是强的。你去分析，摇指肯定得右手，那脚趾前面的音肯定是左手脚趾，是不是？哒哒，七分音啊，哒哒哒哒哒。
拉嗦，哆哆西拉嗦，弱，一模一样，动作小，哒哒哒，哆哆西拉嗦，西拉嗦就抹托，咪来哆来咪来哆啦，又回到伴奏了，就右左左右左右啊啦咪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我们旋律。节奏二弱下去，一定要同步进行，强弱，抖抖西拉嗦，强的，抖抖，我们有挂奏啊，看到挂奏了吗？这挂奏满满的，挂满一拍，用谁挂？用右手挂，因为我要接这个左手的小指，很充分的把它接过来。瑞瑞瑞抖抖，继续伴奏，拉咪咪，挂奏的时候起左手。对啊，对吧 ？Re Re Re Do， 起，其实我已经放好了，我这个起已经把小指给拎好了，大大，很充分的推起来啦 ，Mi Mi Re Do Re Mi Re Do 啦 ，Do Re Do Re Do Do Re Do 啦 ，Mi La La Mi So Do Re Mi Re Do 啦 ，Do Re Do Re Do Do Re Do 啦，旋律。我们不涉及到左手，所以右手自己指，所以这时候我们两个就同步了，所有人都安静，直线二十步就可以，就一直指着，然后手上动作不要直接放松，人这里由一个人出回音，基本的技巧的体现，你能把弹得好听，能把慢板弹得好听才是真的技术，我是这么认为的，快板谁都能练出来没有问题。一个进慢板之前的一个引入的这么一个过渡的小段落，它是此起彼伏的，这种山的那边传来啊，然后又后面又传来那种 歌声，对歌，它这种少数民族，它都是隔着山的，隔着河的那种看不见的，这边喊了那边给个回音那种的，都是这种
这种其实很原生态很美的这些，然后用我们这种音乐来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还是挺像的，这个感觉上挺到位的。他这个之所以这么写，他并没有写一个拉后面一个向上的箭头，然后一个拉前面一个向下的箭头，上滑下滑，是因为什么？他这么写是因为让你把哆突出来。我做了一个强健弱，当回音当出来的时候，我要收了，我要收我这个摇指的拉，但是我要把声音收了，我并不是把这个，我把力量收掉，我没停，我还在摇。看我们两个，我没声了，把声音音量让给他，他也做了一个高音的拉哆哆啦。然后他完事之后，我怎么样？我接。我并没有哆瑞咪嗦咪，就是不是特别准确的按拍子，我们稍微做一点起伏，技巧哆瑞咪，慢慢放回咪，记着眼，上滑快，下滑慢，可以这么去写。对对对对，对，快的慢弱，对，上滑速度快，下滑速度慢，渐弱然后慢滑。然后呢，这个时候当我下滑回来咪之后呢，又有一个余音传来了，大大大大大冲出来的感觉，一大大大，这稍微练一下，西还原西，然后跳过兜那根琴弦摇 rai， 对，我们还要把它连贯起来，大大大大，做弱起渐强。弱起渐强，再渐弱，西软咪骚哒。这个时候我还在干嘛？我那其实还在摇着呢，我还在连续着呢。然后当他拉弹完之后，我再进二声部，悄悄收掉啊。咪嗦颤音，就是一个圆，这个应该是平均的上去和回来。别着急，渐弱，一直渐弱。摇指和哆来的上滑几乎是连起来的，我们要咪，不要断，不要断，这要练一下摇指摇着，看我的手食指，明白吧？慢滑，然后你碰一下哆之后，你就去摇你的来，左手慢慢上滑，摇元音来啊，摇指弱起，跟那个天山是一样的，这是很仔细，这整体在做渐弱。不着急，不着急，所有人都在这儿等待。起，拉咪拉咪，四个摇指断开，哒哒哒哒，每个人就摇四下。如果以劈为一下，劈为第一下，拖为第二下，然后再劈再拖，一个人摇四下。拉我是倒过来的，对，二声部拉米反过来，所以我们这时候，但我们得一起，我们得同时对齐，齐，明白吧？强的啊，一下强进来，然后最后一句特别快，能多快有多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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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快进慢啊，快进慢，你不要按拍子，按拍子是哆哆软咪骚咪软哆，是这样子的。那就死板了，我们是快进慢，拉都是下加两点的拉，对，这还是错的。对，哆哆来咪嗦咪来都没有错，然后继续那个拉都是用中指勾下加两点，跳一下，升来到来它是写了，但是没写那个符号，要写箭头，升来放到来，下滑到来，对。调勾拖抹慢调，你这是勾拖抹拖啊，这个不也是吗？对，拉哆瑞哆也是勾拖抹拖，好，所以其实它延长符号应该写在 瑞 升 瑞 那儿，也再写一个，还是升 瑞 回到 瑞 非常慢的下滑，慢放，所以它应该慢放，或者写个延长符号应该标一下，这个小关系下滑非常慢。好，要记一个特别的是什么，弹完兜着把手收掉，你会觉得还有拉呢，很奇怪吧，但是我是收掉的，然后
两个人一起看，起，来进慢板，明白吧？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接口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的接口，要稍微注意一下处理上。Right 抖，把手收掉，然后我们看，起，二声不进。好，我先说一声部的主旋律。那么刚刚这段衔接的这段摇指呢，就是没拍子，实际上它写了四四拍，但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真正练的时候呢，就是怎么好听怎么弹，然后去多模仿，好吧？宋美竹，四三拍的强弱关系，强弱弱，强弱弱，很明显，每一小节，小搓，尽量避免杂音。颤，第三拍颤音，你们跟着旋律走啊，这个很重要，谱子上没写颤音。强渐弱，哪个颤大家标一下。颤咪咪颤，这个在 red 头顶点写得很清楚，对吧？赶紧下滑，一拍的下滑，一拍上顶，二三减强，四再渐弱，六。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下滑可不是你下六拍，不要，不用说、啊，好多人满满六拍全都在下滑，第一拍就放回来，从第二拍开始就已经是干干净净的拉了，一、二，剩下全是拉，二就已经开始全是拉了，明白这个意思吧？一定注意这个啊，二三减强，再渐弱，五六，反复，颤音。颤音，二，两个，这个是渐强，四，六拍趁高趁长渐强，进入慢板的第二个小层次，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情绪更加高涨，气氛更加热烈。第二个层次，力度情绪放出来，颤音，第三拍颤音，第三拍都要颤音。摇指啊，谱子没写摇指的标记，第二行那个咪是摇指，咪摇元音咪啊，食指抹 ri， 慢慢上滑，还是那个东西，对吧？跟啊，出现了很多次。啊，这个下滑的拉我用的是中指勾，不要起手，不要，没有起手。很多人这么弹，所以我每次上课我会说，我会去模仿一个错误的，是因为多数人会这样子。它是第三拍，是不重要的音，不要拉，强调一下它。弱音啊，弱，颤，强，弱，都标颤音。强，好，这句是小节，三拍全部是强的。这个拉颤音听见了吗？很清晰，很明显。我觉得重颤的颤音，大家就可以标一个那个弯线，然后上面紧挨着再标一趟。就你就清楚它就是重颤了，你都不用写字儿了。重颤就是在多标一层这个颤音。我是另外一种方法，我要是重颤，我会把那个画特别大，画成心电图的那个尖儿的那个带尖儿。然后如果不重颤，就是正常的颤音的小小幅度就可以了。好，听到骚抖咪，顺势刚刚那个强的那个劲儿压弹大指颤音。颤衰都很重要啊，食指弹拉，四起手，很清晰，一共六拍。对，你们应该在左手刚才前面那个音那儿写个起手，对，那就是第四拍起手，第四拍起手，五六八奏。像这种慢板中间的这种颤音啊、扁音啊，什么收了再颤啊，什么时候颤的，颤多大，太重要了。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或者直接压根就不做的话，你就整个这曲子也就弹了个10%吧，差不多。剩下一大部分全是靠这种装饰的，左手很重要啊。二三四，第三个层次。到上滑到拉，食指抹，对吧？这个我不用再说了吧？每次遇到这个，然后摇指你去摇你的去，你滑你的，我摇我的，同步啊。
那么这个拉的颤音不是写在拉头顶是什么呀？收了再颤，收掉再颤，对吧？前面看，然后接下来那个骚不颤，没空颤，我们主要给拉，那个骚抖是不颤的啊，骚不颤，收颤，骚抖一样的，把那个颤音都画到拉的尾巴上去，骚拉，这个是对的，骚收。收掉颤音，二十三页第二行，二十三页第一行第二小节的那个骚收掉也要颤，有人没跟上？摇指收掉颤音。好，这弱起，第三小节弱起。啊，因为我们要做个大的句子，骚啊，使劲。骚渐强，下滑在一拍之内全放完，一样的。第二拍点音，第二拍点音就第一拍全放回来。第一行最后一小节那个第二拍点音，第二拍点音，好，下滑的拉，你只有一拍时间放完，然后再上去。这个拉是摇指啊。它是摇指，对，他没写。他第二行那个小乙音的拉是摇、啊，那个是摇上去的，因为你之前正在摇着拉，上去，回到原音的豆上去摇，也不要，不要墨迹，你只有一拍的时间，一拍全上完，然后你就去摇兜就好了。啊，咪颤，咪很重，中指给不给都行，这个是个人习惯啊。收掉颤音。那个 re 是元音 re， 摇指的 re 是摇元音 re， 我教了好多人直接摇了滑上去的那个 re。哦，跟前面没有关系，跟前面那个小节就没有关系了。哆 re， 摇绿弦，摇绿弦 re。平静下来，颤音，尾音颤音，咪 re。打错的指法啊。二三，起手。后面两拍是空，对吧？我们空拍的时候起手，第三个、第二个空拍起手，带空起，上滑，骚上滑，还没写上滑的箭头，对，食指上滑，轻轻的，偷偷的，渐弱，结束了。其实摇的应该超过了这小节的三拍儿，不要再你看翻过来之后就变成空拍了，不要到翻过来马上就戛然而止了，我们要再摇一会儿，再延对延那么一会儿，这等于是二声部进二声部出。嗯，尾巴也是二声部给了几个小节收尾的，一声部弹完之后还有，等于是好的，这个就是三拍子，节奏很简单，对吧？然后小搓还是那句话，没什么技巧，但是左手的技巧很强，右手没什么技巧，这个强弱弱的关系找好，然后颤音还是强调那些装饰音太重要了。好，翻回来二十页，好多曲子，你们看到这几天讲的这几个曲子，至少知道了好多乐曲的这个开头还有中间这些段落的这个起的速度都是由二三声部来起的，对不对？这个也一样，这个整个开头也是我，然后这个整个慢板的整体的速度也是我，所以我们的节奏速度这个控制非常重要啊。二十页最后一行，整体对他写的是弱起渐强，其实我觉得这个弱起渐强针对的只是那小撮弱起渐强，我拉米那个特别那个拉我并没有弱，所以这个弱起绝对不能这么弱，低音就没了，很多弱音所谓的弱拍针对低音来讲是不用特别的太大变化，低音要就要厚，明白吧？大然后小撮弱起，因为是上行音阶嘛。好，然后看到我的长拍子我在颤音啊，渐强颤音，弹完再颤，收，空，听到了吗？空，这个都非常非常弱啊！不要空，它不是正拍，它是尾拍，尾拍要弱掉，空，一样的渐强，颤音，然后渐弱，走，一、二、三，一、二，按它指法走，还是发音。
对，就还是爬音，还是我们这种常规爬音，强弱弱啊。咪拉哆，回到两只手，渐强，颤音，我再弱，控，一样的，指法按前面走啊，低音要出来，低音，弱起。渐强，好吧，最后那个咪颤一下音，二十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小节，第三个音就是这倒数第三个音咪的小错颤音，听一下，听到了吗？我只颤咪了啊，其他人我没颤，我再渐强吧，整个第二层进来，我也是一个情绪在向上高涨的感觉，还是强弱弱，哆嗦哆来咪，跟谱子走啊。收啊，是弱起，但我们不要弱，我们给低音给够了，二三四五六，我们也一样是四起手，所以这个都勾完了，大家别这样，别拿走，你这个和四就没得起了，我们是收，不要扬起来啊，是收掉，二三四五六，大爬音，就还是那个常规爬音，但是变多了是吧，变丰富了，所以我们主要第一个保证是小指，剩下的大家可以自由分配手指，但是建议如果这一个小节里有八个，那就各四个，那六个呢，可能前四个是左，后两个是右，或者你两个和四个这么分配，只要你的手是配合舒服的，好吗？拉咪拉哆咪拉，我就是前两个左手，后四个右手，那你自己手型，你看拉哆咪拉肯定只能是四三二一，那拉咪第一个用小指了，第二个就用大指。好，接下来有按音，必须用手自己。啊，发哆发拉哆，大家记得浏阳河有一个去掉了的地方吗？这个就是本来以前它是发哆发拉哆发，还有一个发，所以这个太难了，所以直接把它去掉了，就变成这个。哆嗦哆咪嗦哆。咪嗦哆，强弱弱啊！哆嗦哆咪嗦哆嗦，嗦来嗦西来嗦西，还原西。拉咪拉哆咪，哆嗦哆咪嗦，收，又没有了。所以主要是大家这种爬音，大家记住，基本上每一小节都是强渐弱，强渐弱。其实不论它是不是三拍子，我们就算是四四拍的爬音，我们也不是一个比一个炸出来的。基本上你去理解，后几个音，如果交给右手的话，右手的音都是收的，都是在往回收。拉咪拉哆咪拉哆嗦哆咪嗦哆，最后这个音都不要炸出来，好吗？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爬音的规律啊。好，接下来又是我们，回到了慢慢开头的样子，一模一样。小错还是单音呀？都可以，小错。啊，这给我了是吧？这二十步了，拉咪拉。好，拉咪，二十四节第一行第二小节，拉咪用左手小指的大指，后边那个拉下降两点的拉用右手的中指，这个要规定一下的啊。前两个左手小指和大指，前两个左手小指大指，对，后两个右手中后一个，先说一个拉右手中指，而且右手中指弹完之后起手，看我手啊，拉咪拉，我起来了，然后慢慢落，先左手悄悄摁好升哆，听出来了吗？拉升哆咪的爬音，肯定是三二一的指法啊，它一听是一个收尾，一个结束，当当。收掉，好，这个时候所有人看好，一起，
一些不一样，前面是一样的，但是开头是怎么慢起渐快，我们就是弱收了嘛，不是收了啦啦哩，还是先不看好起强起。那么这个动作有人问了，这动作怎么做？其实这个站台风啊，站台风的开头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还有很多强起的曲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个了，哪个曲都能运用到上去。落左起右跟那天是一样的，我们慢的时候呢落左起右进，快的时候一样的呀，慢起的快落的慢，然后我左手已经勾紧了，然后大右手大搓也是绷住抓好再弹，不要别打弦啊，别啪这么一下，没有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我说你会觉得你没见过那种啊，或者你甚至可能就是那样弹的，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没有去分析它而已，没有去对比它。所以两个人一起看好，然后起，其实可能是有吸气的，能听见声音。好，尽量对齐，然后二三声部所有人都收掉，就留给一个人。我要做节奏上的自由，自由的地方都一个人来完成啊。咪大指压弹。压一定是压弹强的，这个摔我几乎弹颤，同时重颤吧，应该是。好弱，好，你们可以在第二小节写上突弱，对，抖摔开始写突弱。接下来等于前半句把那个再做一个弱起渐强慢起渐快，明白吧？前半句再做渐快，从米拉拉米瑟斗来就定下来这个速度，你不要米拉拉米瑟斗来米拉拉斗来斗，你不要一直往前渐快，你最后刹不住，你都不知道快到哪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确你在哪里停掉你的这个渐变，哪里定下来，你要什么速度，这一定是要明确的，要不然你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个一个快，要安排它。抖来抖来抖来，渐强，同时也在渐强，对吧？然后气氛上来了，慢奏。这是什么旋律？间奏，间奏了吧？之前那遍呢，我们先第一遍间奏是强，对吧？两遍间奏，然后第二遍弱起，第一遍强起，这个就一遍间奏了，直接从弱的开始，突弱啊。一样的，这个我们不刮奏啊，又写了个刮奏是吧？对，就是第二行，就是25页第二行主旋律那个 red 拉拉，那还是一个拉的下滑音，下降一点拉的下滑音，一拍四分音符，然后把那个勾那个代替掉那个上行刮奏。最后一行，其实第八算是，应该从这算尾声才更顺一点。那我米塞尔米塞拉应该算，你从米塞尔米塞拉算的，就不够明确着。然后看最后一行，没关系，好，最后一行落略加快。啊，等谱子写错了。咪的上滑是下降一点，下滑当然也是下降一点。没，它太低了，没有那么低。哎，那也错了。第一个八度，对，它就只能写反了，写错了。就第一小节，最后一小节等于是就最后一行第一小节是所有点去掉一个，对，每一个人去掉一个点儿。嗯，对，第二行哎，第二是背进去，第二就对了。对，第二小节就对，第一小节把所有点都划掉一个，加快一点点，它是抹拖单音，你也可以弹习惯了嘛，弹个勾小搓跟之前的都一样也可以，然后半句再来，这只有一半，然后再来一半，应该，25页最后一行，
又来一遍拉咪，又高八度返回去，对吧？还可以再加速，要写上再加快一点。二十五页的最后一小节，写上再加快一点，等于是加快，加快，等于是你用你最快的速度弹最后这一遍，最后这半句，等于是。好，直接接中音啊，中音咪，第二让。是一样的，我没有。他这写的是七次，对，因为第八个有这个，所以他就单拿出来了，把七给反复了。那看一下尾，他反复还没还忘记了反复回来那个标记。啊，对，谱子上是有一定错误的，这个知道就行了。你们就这个记着是两个强的之后一共做八次，不要看上面那写那个七次，可以把它勾掉，不用管那个，对吧？那个反复记号也可以勾掉。对，反复记号也勾掉，七次那几个字也勾掉。然后一共八次吧，他写了一个整体的弱起渐强，对吧？从第一个就写了弱起渐强，但实际上我们写上前四个不变，全是弱的。一、二、前四个弱，四，一共八次，前四个全弱。一、二、三、四，从第五个开始渐强，五、六、七、八，明白吧？只有后四个做渐强。如果你从第一个开始，这也是我们多次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从第一个就开始做整体的渐强的话，后面没有空间，你到第五个第六个差不多就已经很强了，而后面还有好几个呢，这个就上不来。听着这么意思。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分解了一下，前四个不动，后四个做渐强，然后第七个的时候抬手，第八个的时候刮奏，抬左手啊，抬左手，你看啊，五六七拉的时候扫弦也是，刮奏其实不占多长时间，也听不太见，主要要的是那扫七八，这么一下扫完迅速止弦，这个就得是整个手掌趴下来了，也是其实也是可以半立着的，就是你是撑紧的状态，你不能完全散，没有音头啊，刮奏没有音头，会非常惯性的想要特使劲来一下，实际上是不要音头。七七八，两手一起指，右手手掌侧面指弦，它都是这里指的指弦都是瞬间指弦，有些曲子里面的指弦会让你在空拍啊或者一拍之后指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在这个里面是立刻马上指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着急，然后相互看好，可以有一点点延长，起。他写的是这个，好的，这是两种手指法，第一种按谱子，他是这么写的，右手左手中指勾，这个很合理，但是需要两只手的配合，你别打架，听起来是哆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哆瑞哆啦，这是我们的旋律。还有一种，这是我刚弹的，就是我基本上一直都在弹的，是这个。勾托抹托，勾托抹托。这肯定更难嘛。这个的准确率相对来讲差一些吧，就是没有那个那么准确，但是左手要扫弦。所以我觉得人多了更好啊，三四个人的时候就可以都有。然后如果有三个人以上的就互补。一个人弹这个方法的，一个人弹我刚刚那种的，就又有人扫弦了，又有旋律，又得到保证了。好，拉抬手，其实如果放慢的话，那个抬哆哆瑞哆拉的时候是起左手的，直接下来就弹哆拉拉，没有渐慢，全是。可以写成是重音，哆哆瑞哆啦，哆哆哆哆啦，强收哆哆哆啦，强调这个拉，就不管你前面怎么样，你这个哆哆是梆这一下，
清晰的弹出来这个拉。好的，二声部。好看，二声部二十四页，就是慢起这里，其实还是转换我们的伴奏音型，我就过一下就好啊。我们这个大家是看好一起的，快起慢落。然后我们慢慢收，咪咪，我们找到它的速度进来，我们得弱起啊，它也弱起，它也弱起，我们就跟着弱起，慢慢找到速度，好，固定，滴当当，滴答等待，滴答当当，等待，我们旋律。间奏弱起。小指要有力气啊，花奏一样的拉咪咪咪瑞哆瑞咪瑞哒哒等待，小指出声，小搓小点声，所有肢体伴奏声音小一点，加速当滴滴，我们还是那个啊，当滴滴滴儿等待滴儿等待，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必须盯好它，至于你们看到每次我们演的时候，我得盯着他的手或者耳朵仔细去找他，要不然我跟他就错开了，因为他在渐快。明白吗？这个是比较难合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曲子的自由段落都一个人单拿出来练，都一个人单独露出来，这就是自由段落。但是我们得找，互相找，所以这要配合默剧。那滴滴滴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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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咪咪咪哆来，我们一直在快，所以小指不要遭罪啊，左手啊，哆来哆来哆来来，滴儿哒滴儿哒，我们就等着他这个，马上配合这个，好吧？来，我们又是这个低音区，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样的啊，前四个不动，第五个开始弱起强，对，我们配合的东西强，基本上处理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是七七手八卦奏，咚咚咚咚啦啦啦咚啦啦，我们这很简单，咚咚我们就是在补他们的低音，你们看他们虽然有一个扫弦，但他们声音是干的，一直在高音区上，我们就缺厚的东西，拜拜，就慢速哆哆瑞咪哆哆瑞咪走，对吧？所以听起来更厚了，就更丰富了，立体感强了，所以这个低音很重要，哆哆哆哆啦啦啦，我们也是拉起手啊，哆哆哆啦啦起哆啦啦一样的这儿哈，啊，啊，好，可以，就在这儿，好吧？所以这个尾巴这块怎么样？人一多，我觉得人多起来，只要能保证那个哆哆瑞咪哆哆瑞咪那个高音音频一直在，要弹得很清楚，所以人可以自由变化。有的人扫弦，有的人弹这个，明白吧？啊，这样旋律能得到保证，然后低音也要有一人来弹。这个曲子的短板很简单，把第一大部分全部去掉，直接从慢板上，直接演出的时候就直接从这，直接奉为主，前面一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是就是然后一直弹到最后缩减版的，如果有一些演出需要你限时，三两分钟，就从这开始就行了。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它前面那个第一遍快板不是有两遍间奏吗？第一遍强的，第二遍弱的，对吧？我们直接弹第一遍弱的，然后就直接就走后面去了，明白吧？也会减少一些时间。你们练一下就知道了，现在对结构没有那么的清晰，你们练完了就知道间奏的都怎么回事了，一强一弱的间奏。行，哪里有什么问题吗？《二声部十六月二十一小节》啊，喇喇咪咪，喇喇喇，就喇喇喇喇，啊，喇喇咪拉，就是第二个音是咪拉，对不对？然后它那个拉少写了个点儿，你先把那个拉加成下降一点，对吧？然后第四个音跟它一样，明白吗？但现在它写的哆咪，把它勾掉了。对，它写这些哆咪，你把那哆咪勾掉，变成那个刚刚我们改过的那个咪拉，对。
其实这谱子是我们这么多年从古筝学院的重奏课上开始叫谱子，然后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修订，然后出版，不是没出版，就是出教材，然后再改，然后再出，就这样子。谱子一般是这样，都到 N 次了，现在已经校对 N 次，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小错误，这已经少很多了。反正你就问好多年前学过这曲子的人，跟我们但其实我觉得原则上全在改，各种改。对，原则上是因为我们弹这个曲子或者弹这些曲子弹得特别熟悉，然后或者说一种习惯，其实按谱子这个写法就哪怕是抖咪的小奏也特别好听，也没问题，明白吗？有一些改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想真的去改到特别那个较真一点的，就是这个问题。也可以不改，就有些低音的东西其实可以不改，明白吗？有一些确实是错误，比如说音点错了，那就错了。那它有一些和弦上没什么大问题，咪和拉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三和弦，那就都可以。其实有没有没明白的还有？好吧，那明天上午我们的课是姚祖吧？回哪个？明天是回哪个上午？